球，今天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全台颜值最高的甜点店老板思景。实在太不好意思了，大家好，若瑜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说，我是甜点小白，嗯，这是我活了某某年。十八年，对，我第一次做甜点就要献给思景了。哎，我真的从来没有做过，因为对我来说，甜点是另外一个境界，就是它比那个煮饭啊、料理啊，没有啊。我觉得其实就是各个层面有不同的难度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，我们今天要来做最简单的戚风蛋糕。那我再爆一个料好了。好，小时候我喜欢一个男生，我就想要就展现自己好像很会做东西，然后我就去戚风蛋糕店买了一个戚风蛋糕，然后送给他，骗他说那是我做的。那个人后来呢？没有，那个人可能到现在都还以为是我做的，但其实我不知，我根本不会做蛋糕。可是后来有在一起吗？哦，我后来就没有那么喜欢他了。好，材料有，看这边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这边是把蛋黄跟蛋白分开，两盆。对，这个是蛋黄的，因为我们打蛋白的时候呢，它完全绝对不可以碰到任何有油脂的东西。嗯、但是蛋黄有很多油嘛、嗯，所以我们不可以碰到它。OK。那现在就是先帮我把它倒进来，蛋黄倒进来。好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是糖加进去。这里是牛奶跟油，油可以用葡萄籽油，或者是用玉米油，它比较没有味道。嗯、对，用橄榄油的话就它会有橄榄味道，所以我们就一样倒进去。好，好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请若瑜帮我搅拌一下。搅拌要酱搅比较好，还是就看你手势哪一个比较好。所以就是这样子打。对。那打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把它打匀，打匀。因为我觉得甜点难的地方，对我来说一直都没有尝试甜点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看它这样打一打，对不对？它就会起泡，然后我都看他们说什么要等到泡泡没有，然后又要过筛什么，然后听你们觉得太麻烦，真的哎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？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要把低筋面粉倒进去。嗯。哎，所以你在这边都不用做，哎，你就这样子指使我做。对呀、啊，今天不是就是你要学吗？手把手教学，想要偷懒继续吗？偷懒被发现。对，然后我也是把它搅匀，要搅到没有颗粒哦，很简单啦。哦，等一下，就这样。那若雨会做菜吗？菜可以，有哎、欸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，那天都有吃到，有，好吃的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好吃的。好，再来要打蛋白，蛋白丢进去，然后过程中不能有任何的水，不能有任何的油的哦的油。OK， 好。然后呢，这个糖我们要分三次加，这个我们先第一次。好，然后蛋白呢，我们就要用。然后这你会用这个吗？不会，就是按下去就好了。OK， 好，不要这样，欺负一个甜点小白。它的这个体积会越来越大哦，然后越来越白。哎、哦，它只有三颗蛋白哎，是吧？对，三颗。哎，它已经膨胀成这样了。对啊。好酸的坏，好。好酸啊！好酸啊！然后姿势就是专业，我刚在那边。拎倒半天，然后原来是这样子，就可以靠着，对，靠着，对，靠着比较好。它一整个蓬起来嘞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检查一下，这个你看，啊、这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它这一次呢，它的这个不会掉下来，然后它比较硬挺一点，对 ，OK， 对，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先挖一部分过来呢，是为了让它的质量跟它的质量接近，不然我要把它先把它拌匀，再来拌匀，对。甜点难的地方是你要抓那个比例，就是它跟我们一般煮饭不一样，煮饭就是凭一个感觉，你可以煮一煮，然后舔一下，然后发现啊好像太咸了，然后加点水，或太甜了你就加点盐巴。可是这个不一样，这是你内部错了，你就很难救。嗯，有时候是不可逆。对啊，这样子吗？然后呢，这边我们现在要把这一坨全部倒进来，这一坨倒进来。待会我们要用切拌的方式，就是不可以用搅的，因为我们要避免让它消泡。哦 ，OK。我们现在画一个 J 的感觉，一边切一边拌。嗯，换我了。对。哎，我觉得我怕我会搞砸。切转，这个手法就叫做切拌。切拌，对。Okay.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进去烤箱了。要多久？
30分钟，然后上下回160度。好，那你先挤一层，我再挤一层。好，其实这个就先薄薄的就好了。又抹开吗？我们会抹开。哦，就像涂那个吐司一样。对 ，OK。对，就是涂吐司。然后呢，放芒果。然后呢，就是要再补一点点。这边我们就是要让它起膏。完成，就是这样。这是我们的，好厉害哦！这个今天都枪手在旁边，这就是我们的芒果戚风蛋糕。那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学会的话，欢迎大家就在我们的这个姐的星球的粉丝团底下，也可以晒出你做的蛋糕喽。感谢大家，期待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说你自己做出这样，对啊，跟我讲，然后第一组18吧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，我会请你来上班，真的还假的？真的，这可以上班，这可以培养的吗？可以啊，哇，我觉得很赞，真的，两样碰到，但刚刚说谎，但那个鼻子顶到了，真的啦，好啦，谢谢啦。